行嘞，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啊！各位同心，大家好哈！咱下暗呢，大兴要来讲这个有关台湾的教育改革的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呢，大兴呢，咱要讲这个有关教育改革甲台湾语文的这个部分呢，有几个啊，咱伫国际上真重要的，就算是讲这个。交流哈，咱来小了解一下哈，有两个哈，一个是这个世界语言馆宣言啊，另外一个是这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两个宣言呢，甲咱实在讲有真重要、真密切的关系哈。但是呢，过去咱台湾呢对这拢无介了解哈。这两个是啥呢？咱简单小讲一下哈，伫这个。1996年的时阵呢，有200多个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 NGO 啊、包括这个世界各国的一挂笔会呢，国际笔会呢，200多个这个团体呢，伫这个西班牙巴塞隆纳遐吼，因有开会，尾后宣布这个世界语言馆宣言。这个世界语言馆宣言呢，当然伊重点就是针对着咱每一个人家己的母语啊，无论你的。使用的这个母语的人口呢，多还是少呢？你的教育权、你的媒体权、你的使用权呢，等等，拢应该受到保障、受到保护、甲发展。大概意的这个意思是安尼哈。即咱等下能看伊咱经过了条文来看哈。另外呢，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伫2001年的时阵呢，伊嘛佫公布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个文化多样性宣言呢，基本上伊个概念嘛同款啦，就是讲伊呼吁世界各国呢，你应该爱去保障佮发展着因国内遐少数的文化佮伊个语言，伊个生存的即个权利。这是即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呢。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呢？即咱等下嘛小块来讲一下吼。咱大兴呢先来看即、这个。几几啊例啦吼，就讲世界语言馆呢，伊个条文真济真详细吼，各位若有趣味，会当参考即个徐正峰教授吼，伊有编一本即个语言管理个发展吼，个法典吼，伫正威出版社要出版个吼，但是咱着经其中几条出来吼，做一个举例吼，譬如讲伊个即个第27条内底，伊有讲到吼。即、这个，伊讲呢，所有语言社群呢，拢有资格来教育伊的成员，互因会当得到甲家己的文化传统相关的语言的知识。譬如讲，会当成做伊的社区惯习用语的文学甲圣言，这是第二啊7条，所讲的内容嘞。过来第二啊8条呢，伊讲吼，伊讲所有语言呢，社群呢，拢有资格。来教育伊个成员，互因会当彻底了解家己个文化个传统。啥物款个文化传统？譬如讲历史啦、地理啦、文学啦，甲其他个所有个文化个标定。甚至呢，延伸过来学习其他伊家己愿望要了解个文化。所以呢，咱若是要了解咱家己个台湾个历史、台湾个文化，会使袂使？会使咯。这是啥？是国际上国际的一个潮流呢。过去，莫讲过去了，包括即马同款呢。这个中国国民党因执政的时阵，这外来统治者，伊敢要互咱了解家己历史？无呢，家己文化、家己语言拢无啊。包括譬如讲像今年，伊即马阁要增加啥？这历史教科书内底书单，伊要甲你改变。毋啦，要书单改变尔，阁来伊的比例、比重嘛，阁要甲你。调整呢，过去呢，伫阿扁执政的时代呢，这个台湾史的比例有豆豆增加一寡。认真讲呢，还阁毋是全部拢是台湾史哦，还是中国史较侪，只不过是比过去有较增加小块尔。但是呢，即慢慢救起来的时阵呢，伊阁要甲过去增加者呢，即个比重、即个比例呢，阁要豆豆甲减少啊。但是根据这个国际，就是世界语言馆。这个宣言的第28条，伊则来讲，咱要学习咱家己的文化的传统，这是应该的，
再来第二个九条，伊讲人人呢，拢有资格以伊家己所居住的区域的特定的通用的语言来接受教育。譬如讲，咱新竹，还是讲这个啊苗栗呢，即讲客话、讲合法的较侪呢。啊，你若用合法呢做第一语言，哦，国校啊，啊从幼稚园开始先教客话，哦，用客话做主要的这个教学语言、甲官方语言，会使啊，袂使？会使啊。哦，啊，你若讲伫这个新竹，啊，譬如讲这个伫大坝尖山遮呢，咱原住民，哦，台语呢，泰雅族的较侪呢。啊，你伫因较侪所在用台语的话，用泰雅语来做官方语言，做第一优先语言，嘛是会使啊。而且应该是爱互因有这个权利啊。但是过去呢，伫这个中华民国体制之下呢，卖讲过去啦，含即摆嘛同款啦。咱拢在安那，拢学北京话咧，拢在学中国历史咧。哦，对着家己的母语呢，伊即摆是安怎？敢若讲一礼拜，互你一节国考啊，一礼拜一节40分钟，互你尔啦。哦，还有够额无？无够咧。除了迄40分钟之外，剩的你拢爱学北京话咧，是非常无道理。哦，所以呢，伫世界上，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或者是讲咱即摆讲的即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内底也好呢。伊拢讲到，咱有权利啊，用咱家己的母语来接受教育，甚至呢，让咱的囡仔呢，会当来了解到咱家己的文化的传统。啊、哦，所以以上这两个呢，非常真重要的两个宣言哈、哦。这两个宣言呢，伊的上主要的精神是啥？啊，为什么有这两个宣言的产生呢？啊、哦，其实呢，这个伊的精神哈。哦咱若甲小看啊，小思考一下吼，其实甲咱的人，甲咱的生活中嘛拢真密切有相关呐。譬如讲，咱在座呢，咱在座真侪较有年纪、较资深的先辈，哦，可能定定拢会食这个营养、这个健康食品呐、保健食品。哦，譬如讲，有的人呐，这个要清血油呢，血油先高的呢，诶，有的人会食啥？各位，嘿，我食鱼肝油，哈、哦，请问鱼肝油是为对来？为鱼啊来底抽炼出来嘛，哈、哦。咱真侪即个健康食品嘞、保健食品嘞，拢是为动物食物来底抽炼出来嘞。哦，啊，即、這个即个动物食物，哪种有一天迄个消失去的时阵，爱安怎？譬如讲，哈、哦，前一阵嘞，美国。哦、有报道讲，美国这个蜂呢，哦，会采蜂蜜的这个蜂呢，讲大量消失，哦，啊，这个蜜蜂呢消失去呢，对咱人有啥物款的影响？有的人讲，哎，蜜蜂太要紧，啊，死了太要紧，反正跟咱也无对待啊啦，跟咱也无关系嘞。各位，蜜蜂若死了，伊跟咱人有关系啊，无关系，有真大关系嘞。哦，各位东西拢介厉害，是安怎有关系？对。嘿，咱足侪食的水果、果子也好，稻也好，吼、哦，真侪农作物呢，拢爱靠这芳呢来传播花粉呢。哦，人有人统计咧，差不多一半的农作物拢是透过芳来传播花粉，才会当结果子咧。啊，若是芳消失去呢，有一半的农作物都无得收成啊。表示啥？有可能一半的人来枵死啊。各位，咱有人愿意枵死无？我想无人愿意枵死啊。哦。所以为这个芳，才得咱看出讲吼，其实咱即摆包括最近啊，真侪人咧讲啊，咱大自然受到迫害吼，譬如讲像这个啊北极熊呢，啊强要消失去啊，剩无几千只呢，吼，也是讲海鸥数量嘛愈来愈少呢，一寡动物食物伊的数量愈来愈少呢，啊表面上看起来甲咱人无敌对，但是认真对甲思考，甲咱人嘛有关系呢。这动物、这食物啊消失去了。啊、有一个受害者，讲较白较，咱后一个受害者就是啥，就是咱家己啊，哦，啊，所以伫大自然内底维持着这个大自然的文化生态多样性、文化生态多样性，伊的重要性就伫遮啦，哦，伊的重要是伫遮，啊，所以呢，联合国呢，伊嘛同款吼，就是讲，除了这个大自然这个生态的这个平衡呢。哦，还是讲这個文化多样性，这个生态多样性呢？啊，这愈来愈侪人拢去甲关心，嘛去注意到伊的重要性啊。但是呢，
伫文化上，哎，伊嘛同款发生着像台独安尼呢，文化失去平衡，诶，即个地嘛愈来愈济呢，啊，是啥物款诶？即个文化诶，即个失去平衡诶地，各位咱甲想看卖呢？过去呢，啊，咱台湾，吼、哦。八卦关注民啊，好客家啊，好河洛啊，好，咱过去呢有二三十种的语言呢，啊、哦，尤其咱过去编播作的嘛，足侪种的语言呢，但是这语言拢安怎，偷偷消失去啊嘞，啊、哦，啊语言啊消失去，表示伊背后迄文化嘛是偷偷消失去嘞，啊、哦，啊全世界即卖目前有六千几种的语言，但这语言呢，逐礼拜拢偷偷咧消失嘞，伊消失的速度。就亲像即个北极熊共款，啊、哦，逐礼拜都拢有失，有即个语言的拢咧消失去，断症去咧，啊，所以即个联合国呢，伊就看到即个危机啊，啊、哦，伊就讲，伊看到即个文化甲语言的危机，就亲像甲咱大自然共款，失去着平衡，啊，是安怎失去着平衡？啊、哦，当然原因真侪啦，其中有一部分嘛是人为造成的啦，什么款人为造成？譬如讲，中国人来甲台湾了。哦，伊中华民国伊是用独尊华语的即个政策咧，伊干呐要叫咱学北京话咧，哦，伊无爱互咱学客话、原住民的话，吼、哦，也是讲咱的台语，伊拢无爱互咱学咧，甚至甲咱禁咧。哦，我相信在座真侪人以前少年时拢莫互罚钱过，罚钱啦、罚卡啦，包括我嘛是呢。我看起来真少年，我细汉嘛捌去互罚过呢。哦，啊，所以呢，联合国就看到即个文化的危机啦。哦，即个文化危机甲大众的危机是同款的，所以呢，因即个陆续有即个啊，比如讲文化多样性宣言哦，的产生原因就是伫遮，甚至呢，伊伫即个啊，伊嘛阁规伊制定咧，为两千年开始呢，伊甲每年的二月二十一呢，制定做啥？世界母语日，伊就鼓励世界各国的人爱甲你的母语捡倒来，唔通干呐学英语。唔通干学法语，哦，也是讲学其他语，啊，煞袂记咧家己的母语，哦，国际语言真重要，爱学，但是家己的母语嘛真重要咧，哦，所以人联合国是安尼滴呼吁咧，但是呢，中华民国外来政权拢一直干咱误导啦，拢讲哦，安尼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的话，讲这种本土的语言咧，讲这就心胸狭窄啦，哦，讲到爱意思，那袂是讲到爱放弃家己的母语呢？爱接受北京话，迄个是心胸宽大，啊，敢是安尼？啊，若学北京话，安尼嘛是心胸狭窄，伊个心，伊个眼中嘛，敢看到中国尔呢？敢有看到全世界嘛无啊？哦，所以基本上这是伊个即个，哦，伊家己个中国观点，哦，徛伫中国角度要逼咱台湾人来放弃家己个母语呢？但是认真讲呢，若就国际个潮流来讲，咱得爱把家己个母语先保留起来。啊，过来有机会再过来学其他的国际语言。啊，国际语言除了英语之外，其实嘛足侪种个啊。咱就是爱分工合作，有个人去学英语，有个人去学日语，有个人去学德语，有个人去学法语。啊，有个人去学啥？东南亚嘛真侪语言呢，譬如讲越南话、哦马来话、印尼话嘛真侪语言呢，拢爱有人才啊。一个国家要强，拢爱有人才。啊，即咱等下会详细讲到咱未来。诶，有关着即个教育改革哦，内底呢有一部分是语文教育的部分，啊，咱是要安怎来规划？啊，咱等下有列正十点，吼、啊，咱来阁详细来讨论哈。啊，所以呢，咱拄则讲着，伫国际上，哦，维护家己的母语，维护家己的文化，认捌家己的文化、甲历史，这是足正常的啦。哦，但是咱台湾呢？受长期六十几年来受到中国的这个殖民统治了，煞大安怎？煞变形啦，变什么形？哦，变成像黄春明这形啊！哦，这呢我简单小提起，因为咱今仔重点唔是伊啦哈、哦。当然咱过去可能有一挂动心教的剧情吼，旧年我抗议这个黄春明呢，啊为啥来抗议？实在讲咧，二十几年前我要读大学的时阵，我要学生的时候，其实我是黄春明的粉丝呢。我嘛真爱看伊个即个伊个作品呐、啊，啊，迄当时想讲啊，即个人应该真有台湾意识，吼、哦，伊写拢描写台湾基层的即个小人物的故事啊，感觉这应该是台湾人诶。但是等我后来即几冬才发现呢，
伊愈来愈无像台湾人，愈来愈像啥中国人。所以伊迄天呢，伫旧年5月24日，伫即个台南台湾文学馆伫遐演讲的时阵，伊讲的内容竟然是安怎？讲吼，伊讲吼，我们都是中国人呐，吼啊，迄当时呢，拄好五月节要到，伊讲吼，啊五月节要到啊，你看，咱嘛食肉粽，中国人嘛食肉粽，所以咱拢中国人，吼、哦，啊咱甲中国拢是同文同种，吼、哦，啊当然，伊要认中国做伊的祖公吼，这咱嘛尊重伊啦，哦，但是伊嘛爱尊重咱台湾人的意愿呢，哦，啊伊搁底下讲吼，讲吼。啊，即个咱台湾人吼，无需要用母语来写作啦，嘛无啥物母语教育啦，爱学台语，爱学客语吼，爱学原住民的话，安尼增加学生的负担啦。伊讲安尼拢准拄煞啦，迄有也好，无也无要紧啦，咱着学啥着学北京话。安尼若要写作，你着用中文写作着好啊。吼、哦，啊，伊讲即个话，当然咱嘛尊重伊啊，因为这是言论自由嘛。哦，啊，所以呢，我嘛搁坐伫遐听。但是尾啊，愈讲愈过分啊！伊尾啊就讲，啊遐那伊用北京话讲的啊，伊讲那些搞台语文的呢，伊就讲哦，一个是啥物陈良伟啦，啊个安慰人啦吼，那些搞台语文的拢不伦不类啦，就开始骂人啊，你知？啊骂人，互骂到遐个人也无在场啦，也无法度反驳啦，就固在骂呢。啊拄啊好佳哉，伊骂遐人我拢熟悉啊，吼、哦、我拢熟悉到有剩的咧，吼、哦、啊我感觉讲。爱讲骂拢唔是事实的，拢无理啊！所以尾啊，我就举摆啊抗议啊！哦，迄个纠纷大概是安尼来啊！吼、哦，啊当然，媒体上报的，伊就无一定要报咱这边，咱嘛知啊。即卖媒体大多数拢中国派的较济，所以呢，伊拢无要报讲黄春明无理的所在，拢干呐报讲啊蒋维文身为台海教授，太底啊讲举摆啊讲抗议，我抗议我也无甲等下啊啦！哦、我嘛无甲牵石头，我嘛无手个麦克，我敢踮呾底下摕海报甲看，讲安尼袂使呢，哦，讲安尼袂使啦，哦，啊，讲到底下甲骂，啊，结果黄春明讲遐，伫侮辱咱台湾人，伫骗笑咱台湾人，竟然拢无要紧呢，啊，所以这个是足含个，哦，啊，所以呢，这部分的详细呢，啊，咱遐嘛有册吼，各位会当去参考吼。所以呢，这就是真讽刺的一个现象啦。啊，这种例真多啦。哦，像黄春明这个例真多，咱等下阁会小讲着吼。所以咱未来台湾的教育就是安怎，要减少制造出黄春明这种人啦。当然，咱当制造出较侪文学的作家，吼、哦，文学的大师是真好。但是像这种呢，出卖咱台湾，出卖咱台湾人的灵魂甲精神呢？这种人呢，咱来教他减少啦。啊，为什么造成这种人？就是咱台湾过去的教育失败嘛。哦，当然啦，徛在因中华民国的角度来讲，伊是教育成功啦。哦，把咱台湾人洗脑，甲变成中国人啦。哦，啊，咱未来呢，咱的教育就是安怎，和台湾人成做台湾人，这是咱未来要教育的真重要的目标吼、哦。啊，这个，过来咱就要讲到这个越南。越南呢，嘛是咱未来吼，伫、哦、教育这部分，也是讲伫母语的恢复这部分呢，是咱真需会当学习的一个真重要的国家之一。吼、哦，当然有真侪国家会当值得咱学习。吼、哦，啊，但是越南伫这部分呢，伫因的民族的建国运动当中，也是讲母语的恢复的即个运动当中呢，吼、哦，嘛是值得咱的思考吼。哦啊，越南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陈仲金，哈、哦，伊就捌讲过呢。因为过去中国嘛，捌统治过越南，统治过真久个，真久长，几千冬个，哈、哦，千外冬个时间。哦，啊，近代越南嘛，佫有法国统治过，哈、哦。啊，这个陈仲金呢，是越南真重要一个历史学家，哈、哦，伊算是第一个用越南个罗马字，哦，越南过去用汉字啦，但是佮近代是因规个改做罗马字，哦。啊！伊第一个用罗马字来书写因越南的历史，而且阁是用越南的角度来书写。过去真侪即个历史呢，拢是用中国的角度来书写。哦，啊，这陈仲金算是第一个用越南的角度，阁用越南罗马字呢，用越南话来书写越南的历史的第一个人哦。伊伫伊的一本册叫做《越南史略》哈，《越南史略》哈，即个中国有甲翻译做
好名号做台迄、那个越南通史啦。哦，啊，伫这本册内底呢，伊个大话头，伊大话头内底呢，伊就讲着吼，伊、哦、讲呢，过去呢，中国统治越南迄段时间呢，就唔管大人囡仔呢，啥物人去读册，拢干那学中国历史尔啦。哦，啊，拢无咧学本国史。哦，啊，写诗、写赋、写文章呢，拢爱根据中国个古典。啊，对着本国个代志啊，拢无要提起啊。哦，啊，认为讲话本国个迄拢无啥要紧啊，中国较要紧啊。哦，伊个伫大话头内底就安尼讲哦。各位，咱中金所讲个伊个感慨呢，拄好是咱即卖台湾人个心声啦。你啊看，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六十几冬，伊有互咱了解台湾历史无？无啦。伊拢干呐教咱教中国历史啊！我会记得以前呢，为小学、中学、吼、哦、甲大学拢读历史课的时候，拢在背遐。吼、哦，为啥物秦始皇啦、汉武帝啦，吼、哦，大家朝代遐个皇帝当时生、当时死，吼、哦，拢在背遐物件咧。哎、啊，教咱有啥物地带无？无地带咧。教咱也无官无黑啦，但是咱着爱安怎受个糟蹋的。啊，所以越南呢，因个历史经验甲咱完全是足共款的。哦，咱嘛是长期以来拢受着中国的威胁，越南嘛是呢，你也看到今嘛嘛是搁受着中国的威胁嘞。但是咱越南人有啥？有骨气，甲中国甲赶走。哦，甚至伊迄当时法国统治伊嘛将近要到一百冬，伊嘛甲赶走去。啊、哦，后来建立家己一个国家。哦，所以伊这个精神呢，真值得咱来一个思考吼。啊，当然咱。今仔时间真有限，这部咱也无要详细讲，啊，咱干呐补充几点，像这呢，啊，之前咱呐有上初级班，可能会，东心呢，可能会有听过，会无听过哈、啊。像这呢，这北斗是啥呢？这是1945年，啊，1945年的时阵呢，越南呢，因咧拍游击队的时阵呢，啊，因伫荒郊野外，你啊看伫大树下呢，穿甲菜咧边啊呢，人嘛是伫遐学啥？学越南话，免啊读，免啊写，啊，越南罗马字哈，免啊读甲写就对啊。也就是讲呢，因在对着民族的独立运动的过程当中，虽然还未成功的时阵呢，人对家的语言、对家的文化嘛无放弃啊。哦，人是上时阵在做啊。哦，啊，所以你啊看，人游击队呢，青菜的边啊，伊嘛是。浪旁的时阵有时间有闲，伊就踮遐学家己的母语，要哪读，要哪写。哦，啊，这就是呾咱台湾人嘛爱学习的。我想咱在座足侪人，中文拢会晓讲啦，日文嘛足够的，英文嘛足够的。哦，但是呢，咱家己的母语剩会晓讲偌济，会晓讲阁无稀罕。有几个人看有会晓写？在座你的母语，无论是合法客语，还是台语，还是原住民的语言。你会写，会用写，会用读，家己的母语，请举手一下，有无？无几个嘞，吼、哦！咱在座差200个，但是敢若看起来，敢10个人举手尔嘞，吼、哦！但是无要紧，这毋是国语的过错，这是啥个问题？中华民国外来政权的问题，一条工要互咱变啥？变母语的青面牛啦，吼、哦！人讲的母语的母语的文盲啦，哦，这是外来政权条工的啦。啊、哦，调工予咱变做无去青面无啊，所以咱未来呢，咱台湾民政府未来搞政策就是安怎，要消除无去青面无啦，予每一个人拢有法度用家己的母语来读甲写，啊、哦，这是咱真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目标吼、哦。像这呢，你看，这是差不多1930年代越南人要搁伫法国统治哦，越南要搁伫法国殖民统治之下，啊、哦。因呢一挂革命团体，包括欧志明因领导一挂团体呢，因有办的报纸吼，真济报。啊，咱即摆记的即个是越南魂，即个报纸啊、哦，这是全部用罗马字来书写。这是1930年代，吼、哦，因是咧鼓吹越南人的即个建国的即个精神，以及恢复家己的母语啊、哦，啊，对家己文化还有自信的一份报纸吼。哦啊，这个呢，这是1945年因越南的一份报纸，叫做《越南独立报》哈、哦，越南独立哈，越南独立报。啊，这份报纸内底有啥物特殊呢？啊、哦，伊是一个先驱伫遮哈。这份报纸呢，叫一个漫画啊。这个漫画内底呢是写啥？是伫描写啥呢？1945年
伊是咧描写讲吼，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吼，咧侵略中国、越南、甲缅甸，吼大地下骹上可怜的，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朝鲜，所以伫迄当时的即个越南人的眼中咧，台湾甲中国是啊，是两个无共的民族，台湾甲中国是无共的民族啊，台湾人甲中国人是无共的，所以你看人越南人颠倒第三者拢足清楚的，台湾人甲中国人就是无共的嘛，结果干咱台湾人讲，各位人讲啥物伫遐欢迎祖国。欢迎这个蒋介石的军队来台湾，所以这就是啥，真讽刺的一件代志哈。拄则咱讲的，迄是这个越南的一个一寡例啦哈。咱台湾呢，认真讲是一个多语言、多族群、多文化的一个海洋的社会哈。但是过去呢，咱规个教育拢毋是安尼，咱过去的教育拢是啥，单一的。单一的语言文化的社会观，单一语言就是北京话，单一的文化就是拢在讲伊的所谓中华文化，拢干咧讲普中国的尔。过去咱教育是安尼，咱未来的教育就是安怎，爱恢复咱台湾多语言、多族群、多文化的一个汉阳社会的面貌，以这个面腔来来恢复，这是咱未来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目标哈。所以咱巩固的就是啥？咱拄则讲的这两个宣言，世界语言权宣言，以及着这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是咱未来啊，这个教育这部分的教育改革，真重要的一部分吼。过来，除了咱传统的咱本地本土文化之外呢，对着这个全球化，对着这个全球化呢，这个迁徙呢，愈来愈普遍。你看咱即卖愈来愈侪即个新移民呢，为东南亚，譬如讲为越南啦，为马来西亚，为印尼呢，为泰国嘞、菲律宾呢，过来咱遮，嘛有少部分呢，日本啊，也是讲美国个，也是讲其他个国家呢，带台湾某，或者是讲过来台湾嘛有呢，咱即卖新移民数量愈来愈侪呢，所以呢。要安怎让这本土文化甲这新的文化呢，会当真平和，大家做一挂交流，要呐，互伊发挥到伊正面的一个效果出来。我想这嘛是咱未来真重要的一个工课吼。过去呢，咱若看到新移民，可能拢敢想到伊负面的部分尔，拢会想到啥？若看到新移民，可能拢想因吼，譬如讲。即越南的新移民呢，来遮过来遮了呢，咱拢会想讲，因这呢，囡仔是毋是台语讲袂好，还是北京话讲袂好呢？还是讲呢，就拢会惊，惊即因的功课呢、作业呢，是毋是对袂到学校？拢干那想着遮负面的一部分尔。但是因来到咱台湾，正面的物件有啊无？正面的嘛是有呢。但是咱媒体，咱一般拢较安尼看到伊正面，拢较无要报啊。有啥物款正面呢？其实正面嘛真侪呢。用实际的例来讲，至少上无增加咱的食食的文化，咱的饮食文化嘛增加。譬如讲，即卖真侪即个越南的小食店，越南的即个河粉啊佛，以前咱就安尼食佛咧，佛就是类似即个台湾的粿仔条啦。但是越南粿条当然跟咱台湾粿条真类似，但是无完全同款吼。所以像这个越南的这个河粉呢，也是讲越南的润饼糕，越南因叫做春卷啦，越南式的润饼糕，跟咱台湾润饼佫无啥共。像这呢，这嘛增加着咱台湾的这个饮食的文化的多样性啊。或者是讲越南上奇卡的，叫做鸭颈卵、鸭仔蛋，佮有人试过？试过？鸭仔蛋是啥呢？就是鸭卵呢，孵到一半，孵超二十天、三十天呢、二十几天呢，已经有鸭形啊，有鸭颈形啊，因就甲煮来食，这对越南人来讲是真普遍的，因越南人最爱食，尤其是女性呢，因感觉讲这是真补的物件，这是越南是真普遍的，当然咱一般人感觉讲，足恐怖的，迄鸭颈、鸭颈卵啊咧食吼。也感觉讲，那迄鸭颈你甲食，不过呢，其实咱甲想看卖呢，咱台湾嘛有啥物卤味，
比如讲有东山鸭头，对无？规只鸭胃头食甲脚嘛是食了了咧，是毋是？哦，啊是安怎咱食大只的袂感觉恐怖，啊咱就感觉人个食细只的感觉足恐怖。哦，这是饮食文化的差异呢，其实是安尼。哦，啊，譬如讲，咱台湾咱食啥？食臭豆腐，咱讲啊足普遍的啊，有人总爱食臭豆腐的啊。哦，咱感觉臭豆腐足香的，但是呢，外国人，包括越南人，越南人内底九诶十个内底有九个唔敢食臭豆腐，伊嘛感觉讲臭公公，恁台湾人奈遐无卫生哦，遐臭恁若要食，这就是啥？饮食文化无同啊。哦，啊，这种计是啥？互相尊重就好啊。你若无爱食，你就卖食就好啊。哦，就亲像讲，有一挂西方的外国人呢，报讲哦，咱台湾遐米花足恐怖的，遐米花都袂歹食咧。哦，大多数的台湾人最爱食的咧，太恐怖。哦，啊，所以这是啥？饮食文化无同啊。哦，啊，所以饮食文化其实这是啥？互相尊重就好啊。啊，这种互相尊重就是爱的。平时教育内底爱学，爱互伊互学生爱了解，哦，啊，所以这嘛是咱未来真重要的一个教学的重点，就是讲尊重无同的文化，哦，啊，咱拄则讲迄是饮食文化，啊，其实呢，新移民对咱台湾来讲嘛带来真侪好的一方面啊，譬如讲，咱若未来要做外交，啊，是讲要做生意，你甲想，咱若未来要去越南做生意，要做外交。咱若有迄种第二代台湾通婚的第二代，伊台语嘛足够讲的，啊，即个越南话嘛足够讲的。各位，若甲派去越南做大使，有妥当啊无？上适当个敢毋是？对无？哦，伊阁有即姻亲的关系，啊，语言阁足够讲，这是上好的人才啊！哦，就算无要做大使，去越南，哦，做台商公司的干部，是毋是嘛？介理想，嘛真好啊！但是咱过去拢无想到这個，拢敢想讲哦，啊这一般吼、哦、会娶越南某的这个家庭拢讲啊，袂使讲越南话，哦越南话拢不准讲，拢禁止讲，哦拢敢叫伊学北京话就好啊。这其实是无啥妥当的。其实你若会使的时阵呢，越南话嘛甲学起来，甲留起来，其实对台湾是好处的。譬如讲咱即卖足侪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这新移民的，话来自马来西亚，哦，马来话甲留起来，来自泰国，泰国话甲留起来，啊，咱台湾就加增加偌济东南亚语言的人才，都袂少安尼。一个国家要强，你都要有足侪种无共外语的人才啊，哦，所以呢，这种多语的政策，这是咱未来应该爱有的，哦，较袂像讲咱即卖真侪台商呢，去甲外国做生意，譬如讲像越南来讲就好啊，吼，我较熟悉。啊，较了解越南的这个情形哈，真侪台商去卡，伊拢安怎，拢请翻译啦，家己也无啥想要学啦。台商话伫越南待几十冬的哦，但是会晓讲越南话的人足少的，非常少。我拄过会晓讲越南的人，比例可能无到一成，哦，台商无到一成，爱拢靠翻译。啊，翻译会有问题无？常常出现问题，因为呢。我之前常听台商咧讲吼，啊，因着请翻译，翻译个人才两种啦吼，一种是越南人，啊，但是读中文系，啊，伫越南读中文系毕业个，啊，另外一种呢是中国人去越南遐学越南话，学了呢，拢留咧越南伫遐做生意个，即种人也袂少哦、喔，哦、喔，中国人足侪去东南亚真侪吼，啊，即两种人呢，你用来做翻译呢，常常因拄着是啥，哦、喔，有当时呢。你出来出去，去甲厂商咧讲生意的时阵呢，啊，人反正知影讲头家听无越南话啦，哦，啊，你讲生意的时阵，伊要甲对方提 commission 咧，啊，人讲啥你也听无啊啦，哦，初期是安尼，啊，过来，伊若对几单了呢，门路拢有熟手啊，人着搁另外搁开一间公司甲你接落倒啊，哦，人着出去搁开，因为咱的台商拢中小企业尔嘛，啊，中小企业。人也要甲你竞争，真简单啊！资本也免偌济啊咧，哦，啊人越南话嘛会通，中文嘛会通，哦，啊所以呢，比咱台商呢较优势呢，所以呢，到尾也着向结倒去啊！啊，这是定定咱会拄着问题，所以咱也是会当栽培咱家己台湾的子弟，啊嘛用越南话，哦，会用东南亚当地语言的时阵呢，迄是增加咱台湾的优势呢，哦，所以呢，即个。这个新移民带过来，这些
好的一部分，其实咱好好运用啊，哈、啊，尽量发挥他们的因的伊个优点的部分哈、啊。所以这咱嘛是咱未来咱这个台湾政府这個教育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啊，过来咱来讲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跟咱的目标哈。啊咱这个未来这个教育理念跟目标呢，吼，当然啊，咱就无分性别，吼，党派、族群、阶级、啊，年纪、岁数，吼，或者是宗教，啊，过来都市甲庄卡的这个差异，或者是讲身心发展的差异，吼，啊，过来所有的这个国民的这个教育权呢，拢应该要受到平等的对待甲保障，哦，啊，咱嘛爱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每一个人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性向和他的能力可以得到适当的这个发挥和栽培、啊、譬如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的，譬如说像我们现在技职体系的到底是要废除还是不要废除、啊、认真说本来每一个社会就有的人比较重理论，有的人比较重实际、啊、有的人比较重学历，有的人比较重这个手的这个技能，本来你就要分工来发展了呢，哦，啊，叫咱即卖真侪，比如讲高职来讲，技职体系个呢，大大拢安那向消袂掉去，大概拢是读大学尔呢。啊，读大学了变成啥？变一寡工个部分呢，煞拢失传去呢。哦，啊，所以即部分咱未来就是讲，希望咱会当多元个发展吼，每一个人专会当针对伊家己个兴趣佮能力来发展。我想这是咱未来教育真重要个一个部分吼。啊，咱嘞，这个教育目标，咱有列几点出来哈。首先嘞，第一点，当然，咱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咱会当培养这个认同台湾哈，以身为台湾人啊，为公民的这个新的国民啊，这是咱第一个教育的目标哈。再来第二点嘞，就是培养国民的这个人文的精神甲素养，通好传承甲发扬咱台湾的这个本土文化哈。再来第三点是这个培养具备这个独立思考、啊、民主素养和法治观念的这个现代公民、啊、尤其是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部分、啊、过去呢中华民国教育都是什么要把我们训练做一只听话的狗而已，没爱让我们独立的思考的能力，我想这是我们未来很重要一个国家呢，要会这样强一个现代社会哦，爱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哈。再来培养到这个尊重这个文化的差异，甲欣赏到文化多样性的这个海洋的国民啊、哦，就是讲尊重这个文化的多样性。啊，当然，咱尊重文化多样性之外呢，咱本土的这个文化嘛，真重要，嘛要个顾起来啊、哦。再来培养到这个具备全球的视野。甲关心全球化议题，即个世界公民啊，就是讲世界即个人，世界拢伫关心的即个全球化即个议题呢，咱嘛应该爱来关心吼。过来提升着即个国民的素质，甲增加咱国家的即个竞争力吼。过来是即个注重受教者的个别差异，并来激发伊的潜能吼。过来强健着学生的体魄吼，甲人格发展吼，以上这是教育目标。当然，这拢是较抽象的物件啦吼。啊，即较抽象物件，咱要那个化作较具体的政策。吼，咱后边呢，咱就有十几点的较具体的这个政策的规划吼。啊，当然，这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尔吼。当然，咱在座嘛真济啊，有关着教育这方面的专长的动心吼。啊，这嘛是未来。嘛，希望各位会当来到思考看卖咧吼，啊，这是先初步一个规划尔吼。台省咱第一个这个政策的规划，是强化台湾语文、历史、地理甲文化的一个国民教育。啊，这嘛是咱古长以来咱上欠缺的，啊，咱古长以来上欠缺的是这，所以这部分呢，咱上台省爱甲弥补倒来吼。啊，这部分呢，咱进前初级班。啊，捌讲过吼，就是讲咱台湾的语文呢，有书写历史啊无？有啦。啊，咱即咱过去有介绍过，所以咱今仔就无要阁详细来重复吼。啊，并毋是像拄则讲的迄黄春明呢，黄春明迄天伊演讲
是讲台湾台语文吼，台湾语文无法度写，嘛无法度创作文学啦。哦，啊，这是无影吼，像这咱的。踮遮呢，小提醒各位，譬如讲，像原住民呢，上早呢，十七世纪的时阵，就有书写的记录啊。比如马太福音、圣经，啊，就用希腊语的话来书写的。啊，过来，譬如讲台语的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1885年就出版啊嘞。啊，百外当中就有台语的报纸呢。啊，过来，譬如讲像客家的圣经，啊，合法的圣经，像讲客家圣经进前就有啊。啊，这是上新版的呢，今年。啊，今年这个拄啊好上新出版的吼，客家圣经，这嘛拢有啊。所以本土台湾语文伊的书写历史有，并不是无，是过去咱的教育内底无予咱认办的啊，无予咱有台湾语文的教育吼。这咱未来拢爱密布台吼，包括像讲这个台语的这个出版品是非常侪吼，像这旧年这个、台湾文学馆的嘛委托我编一套这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啊，这套就是甲百话当中嘞，台为咱都在看台湾府城教会报，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台语文的这个刊物，啊，用出版品，咱有甲选录其中靠文学性的作品出来。啊，啊，这一套有五本，有分作五类啦，哈、啊。比如讲，这是文学论述甲启蒙，再来台语文学，台语文学就是甲外国的这款文学作品翻译做台语的。哦，还是讲小说剧本、诗甲歌、哦散文，哦拢总分做五本，哦这一套，这将近有2000页，哦诶这个页数哈非常侪，啊这个是选录出来的啊，哦啊所以其实是台湾的这个台语文的书写历史其实是有啦，哦啊这呢林刚呢啊有机会咱再个详细讲，咱今仔先简单讲，所以呢咱未来呢有关的台湾语文。哦，啊，佮有咱台湾的这历史、地理、文化，诶，这个国民教育，哦，这是咱未来爱加强的吼。啊，伫这内底，咱也佮具体来区分这个语文的部分呢。咱希望未来咱是，咱就分作本土语文佮国际语文两部分来处理哈、哦。本土的语文是啥呢？就是咱的原住民的语言，啊，佮有客语、佮有台语，这拢是本土的语言。啊，伫这呢未来。咱爱分做主修甲副修，吼，每一个人拢爱有主修甲副修。啊，主修甲副修呢，要哪决定？譬如讲，你的母语是客语，你得优先拣客语，啊，对了，拣客语做你的主要的语言，啊，所以你后个幼儿园到国校的时阵呢，优先读的，就是你的母语，啊，就是你的母语。啊，过来读了你的母语之外呢，你再去选一个你的厝边。你的隔壁砖头，你的附近呢，较侪人用的另外一个语言，啊，譬如讲台语，啊，或者是讲你若伫原住民，譬如讲伫白湾，还是讲即个伫阿密斯的边啊呢，恁就当讲迄个语言，啊，就是你家己学生在讲，啊，所以咱有一个主要的，甲一个副的，啊，过来呢，国际语文的部分呢，咱英语当然是必修，啊，英语是必修，但是除了英语之外呢。咱阁有其他国际语文，嘛是爱选，爱阁选一项吼，至少一项吼、哦、啊，譬如讲日语啦、华语啦、越南语啦等等，到你学校有才调开，你着尽量去开。咱着鼓励学校尽量开较侪种个多元个语言，互学生去选。譬如讲吼，人伫世界真有名个，譬如讲以大学来讲咧，那国际有名个大学咧，伊个综合性个大学咧，伊个外语个课一定足侪啦。伊个外语，伊开个外语课一定足济。啊，你譬如讲像即个日本吼、哦，日本的即个东京外国语大学呢，因一个大学着教30几种外国语言呢，其中包括咱台语嘛有伫教呢。啊，所以通常呢，你若愈国际化的一个大学的时阵，你会当开的语言愈济。啊，当然你若伫中小学，吼、哦，可能无都开开遐尼济，但至少个2-3种。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所以咱未来国际语文呢，英语必修，过来爱，搁选另外一个，吼，根据家己的这个需求，搁去选一个啊国际语言哈。啊，当然按合合起来几种，4种，有的人讲哇，我头壳唔得，一粒头两粒大，爱第4种语言，安尼是不是会增加负担？各位敢会增加负担？放心啦，袂啦。
安怎讲袂呢？当然有人讲啊，算唔知，因为你要鼓吹大家人学，所以讲袂做造成负担。但是呢，咱即卖呢，咱就要甲各位为即个语言学习、语言习得的即个理论呢，来解简单解说一下，为什么呢？袂造成负担？因为这个原理呢，那无解说话人会袂相信啊，袂相信，透迄个袂造成负担的，哦，拢会想讲啊，我当初是学英语都学甲足艰苦的咧，还是讲当初是咧学外语拢学甲足艰苦的咧，是啥物原因？啊，咱先简单以实际例先讲给各位来听啦哈。譬如讲像去年呢，我有去这个马来西亚哈。去遐做调查，各位恁啊有机会去马来西亚，你啊观察马来西亚遐华人呢，平均册会当讲几种语言，差不多养五种，对几种呢？马来话，啊，因为马来话是马来西亚的即个国语吼，所以因住伫马来西亚话拢爱学吼马来话一种，啊，过来英语嘛会晓，啊，过来华语伫北京话伊嘛会晓，啊，过来马来西亚遐嘛足侪讲福建话。所以福建话伊买遐，啊，过来广东话买遐，啊，过来客话话人买遐，所以就五六种啊咧。所以平均每一个华人拢才养五六种的语言，啊，应该足痛苦的，袂啦，因为迄是环境的问题。啊，你若是自细汉的环境呢，基本上袂造成负担。但是你若是细汉无环境，等到食老啊，哦，啊是讲要选总统啊吼。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的时阵呢，较要来学吼、哦，当然你就会较困难啦吼、哦。这咱就有几下例，实际例啊咧吼。啊，咱来讲者吼，讲这理论上呢是安怎来讲，学习遮侪种语言袂造成负担，这理论大概是安怎？啊，咱简单讲一下吼、哦。当然这呢，这理论呢，这一般伫语言学内底通常拢用一学期伫讲这语言习得。诶，即个课程吼，但是咱即个，咱即用超级浓缩的吼，咱用五分钟的时间呢，咱就甲简单甲讲一下吼。即、这个要讲到即个语言习得的即个概念呢，来提起到即个 Chomsky 吼，这是一个美国的语言学家叫 Noam Chomsky 吼，伊提出来即个语言的即个转换声段的句法啦，哦，北京话翻作转换生成语法啊，转换声段的句法。啊，什么是转换声段的句法呢？咱先来看这句台语啦，哈，咱这是用台语的嘛，是书写来，有人摇看卖咧无？摇会出来无？这句一下，敢摇会出来？啊、哦、啊，这句是讲阿明呢，伫灶卡偷偷啊食冷鸡鸡的鸡啊冰，啊、哦，这句话，啊、哦。各位，咱来想看卖咧。过去咱啊讲到语言的学习、语言学习，咱来讲啊，语言是安怎学习的？大多数拢讲啊，都模仿啊。老爸老母讲一句，我就甲模仿一句；啊，啥物人讲一句，我来就甲对讲一句啊。啊，咱过去拢是模仿说嘛。啊，大家咱的头壳当作一台录音机同款。你听到一句话，你就甲录起来。听到一句话就录起，啊，要用的时阵，试谱咧才给它放出来。咱过去拢会安尼想啦，当然，咱若安尼想就唔对啊。好，咱若安尼想的时候，当然咱会感觉讲，诶，学语言的负担，因为咱人啦，亲像录音机安尼时，录音机录会满无？会啦。你录音带若半点钟的，伊半点钟了就满。啊，你录音带若短一点钟，伊短一点钟了就满咧。哦，啊，你若短一种语言，要搁短另外一种语言，就会相怕，因为空间有限嘛。但是这种录音机、这种模仿声呢，这是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拢甲淡掉。安那讲唔对呢？吼、哦，咱今仔特别讲转换声段的句法吼。伊、哦、这个总是伊提出来讲吼，伊讲这句话呢，唔是安尼规句，那嵌在你的头壳内底啦。啊，咱今仔来甲看卖呢吼。这句话呢，伊那甲画出这个句法的手啊啦吼、哦，这是较专业名词，咱就卖猜，反正就是句法手啊。这句话手啊，就是讲，这句话内底呢，某一个词甲某一个词，伊个语数甲语数之间关系是安怎吼？啊，这个阿明伫灶卡偷偷食冷鸡鸡的鸡啊冰。各位，咱啊家是甲阿明甲换掉，换做阿峰，换做素佳哦，还是换做阿明？
啊换啊做阿草啊吼，换、哦、做五个无共个人名的时阵，伊就变成几句话，变五句嘛，对无吼？换、哦、五个人名起来，就变五句咧。啊、哦，啊，过来，咱讲伫灶卡，哦，伫灶卡，咱也搁换掉。譬如讲伫教室，哦，伫学堂，哦，还是讲伫教堂，还是讲伫公园，还是讲伫便所，你若甲换五个地点，请问会当变出几句话出来？你若换五个，就五乘五安尼，啊、哦，伊会变顶个排列组合、排列组合，伊会变二十五句出来咧。啊、哦，啊，过来，你若是甲即个食，啊、哦，佮佮改一个，比如讲食物件食，改做啉，啊、哦，舒服，哦，啊种效果，哦，嘿，换做足侪种无共个动词个时阵，请问安尼样变几句话出来？嘿，五乘五佮乘五变一百二十五种呢，哦，过来，咱讲即个冷机机个机啊变。鸡仔饼，咱也甲换做肉粽，换做菜粽，换做芋圆，换做啥物货拢会使吼。你若甲换五种物件时阵呢，咱就能变几句话出来。乘起来，你若五乘五，搁乘五，搁乘五，五个四次方变偌济？六百二十五呢。所以你若想，咱个头壳是安怎记，较有效率。你是要单独记六百二十五句，或者是讲呢，咱个头壳呢其实是分区啦，有一部分是藏公式，一部分是藏语词。啊，你要用的时阵呢，则把这个语词甲套落迄个公式就好啊。啊，是啥物款的公式？就是咱遮这个坑内底这个公式啦。就是讲，这看起来呢，足复杂，其实无复杂啦。即句话伊个公式，直接就拢会当表示啊啦。啊，这是啥？无要紧啦，看无要紧，反正就是一挂语言的公式啦。哦，这个公式呢，得当各家的这个这句话拢个表现出来。所以呢，咱人是安怎？咱头壳内底有一区是咧欠公式，一区是咧欠语数啦。啊，你要用的时阵，则个套落就好啊。譬如讲，你若是要讲阿峰，你则个阿峰个套落这个所在。啊，你若要个公园呢？哦，你就个公园个套落。这个所在取代掉这个灶卡，所以呢，你要表示啥物件时，你把迄个语数摕出来，套落迄个公式就好啊，安尼会加较有效率啦。唔是你头壳记六百二十五种，哦，你就算有在条记，你敢有可能六百二十五种的情形拢互你有听过？无可能啊！咱人咧讲话，唔是逐句话拢是你较早听过呢，你有法度变化出来啊？迄原因就是安尼啦。所以呢。自从差不多六零年代，这个蒋介石提出这个转换生态固化出来了，哦，造成真大的轰动。所以呢，过去的迄种语言学习的迄种传统的讲法的迄种模仿术呢，完全去用颠覆掉去啊！就是讲，咱人是安怎学语言，迄红孩仔一出世了是安怎学语言的呢？完全拢去用颠覆掉去啊！哦，包括着讲。即卖咱讲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啊，譬如讲啥物苹果的啦，还是啥样的啦，迄手机啊啦，还是讲电脑啦，会当有语音的功能，你甲伊讲话，伊咪甲你应。其实迄拢是啥？敢讲内底有唱一个人？唔是啦，伊迄拢是为将自己只个概念，大大去发去设计出来即种的人工智慧啦。人工智慧上背后就是。你爱找遐公式出来啦，你只要把遐公式找出来时，你就有法度做语言的这个对应、翻译的这个功能哈。好，啊，这个语言学习、语言习得哈，伊个基本的概念有几点哈。第一点呢，伊讲哦，咱人天生呢，就语言的公式伫头壳内啊。当然，这是个假设哈，伊个理论的假设啦哈。就讲，咱人天生就只语言的公式伫个啊。哦，啊，过来。咱出世的时阵呢，那互伊有 X 语言的环境，伊就会把这个 X 语言的公式给留落来，哈、哦，就是讲咱天生这个公式后，啊，你出世那互伊环境呢，伊就给留落来，啊，你那无互伊环境就安怎，啊，那无用到伊就淡掉，啊，伊无用到就淡掉，啊，所以这完全是无共个，咱过去拢是讲，咱人的头壳是空白。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就是当落语个落起来，落起来，落起来。
但是中世纪的这个理论呢，完全是大倒变的。伊是讲咱头壳内底本来就有啊，啊你有环境伊就留来，无环境就淡掉。啊你有环境留来就安怎，足简单个啊。你只要互伊环境，伊就留来。伊毋是另外去学个，所以伊真简单，是甲保留落来尔。啊你只要淡掉的功性呢，你若甲淡掉，若要扣转来呢，会较困难，就爱造成负担啦。也就是讲呢，你若是一出世的时阵，互伊华语的环境尔呢，伊就改用华语尔。哦，伊英语的公式、台语的公式、日语的公式都拢淡掉去啊。所以等甲伊大汉了呢，伊若阁要学英语，要阁学日语，要学台语，就较困难。愈济岁，你淡掉愈久，就愈困难。这就亲像讲，今仔日呢，咱甲这个，譬如讲这个鸟鼠啊，我若甲淡去粪扫桶。我真等，等下要捡回来，阁真简单。明仔载要捡嘛，还阁会使。但是那迄个后礼拜迄个粪扫车车在粪扫场，咱要捡就较困难啦。哦，尤其伊那车迄脏了，你要捡回来阁愈困难。所以呢，就是伊讲的，这就是讲，伊那自细汉一出世的时阵，你互伊环境，伊就保留起来。啊，伊那无用就淡掉，淡掉了，你那要捡呢，就是当你要学的时阵呢。你淡掉愈久就愈困难，所以呢，咱若用大众语言来讲吼，就是讲，你语言愈早学愈好啦。你若对囡仔来讲，尤其是红孩仔来讲呢，伊会足简单，因为是甲保留起来尔嘛。但是你若是五岁、十岁、二十岁大汉了呢，较要学的时阵呢，会愈困难。尤其你若食老啊，吼、哦，做阿公啊、做嬷呢，较过来学的时阵会较困难。哦，所以你也看，足侪阿公阿嬷呢，对孙啊拢讲个，哦，赶快出一出，吼、哦，哦，拢讲北京话，吼、哦，阿公迄明明都袂准啊，但是佫要教囡仔讲个北京话，就是安尼呢。哦，啊，所以呢，这是即个蒋斯基个理论，吼、哦。所以你也看马来西亚遐华人呢，为什么伊平均每一个华人五六种语言？真简单啦、啊，因为细汉环境嘛，伊细汉有。讲广东话、讲福建话、讲客话、讲马来话环境呢，所以伊足自然，就遐公式拢留起来啊。啊，你若是细汉无爱学伊的时阵，等较大汉就较困难啊。哦，所以一切拢是啥？囡仔时阵啊。哦，所以为虾米愈细汉学会愈简单？原因是伫遮。哦，啊，即、這个过来吼，佫一个重点就是讲，你若一出世呢？有把语言的公式保留落起来，哦，有先甲保留落来呢，啊，就算后来中断去呢，但是你到落尾要甲捡回来会较简单。这个哪袂是啥？就是讲，譬如恁囡仔细汉的时阵，你互伊有台语的环境，但是呢，等到七岁啊，去读小学啊，即卖真侪，拢去读小学了呢，煞转来拢无要甲你讲台语啊，拢甲你讲北京话，哦，啊，等到有一天呢。二十岁了呢，哎，有一天伊若要翻头，转来学台语的时会较简单，因为伊细汉七岁以前呢，伊有把台语的公式保留起来。即个哪袂是讲，伊把即个物件呢是囥在仓库尔，伊无等去粪扫场。啊，囥在仓库，你若要捡转来会较简单，你着迄惊人吼，迄拖沙粉来甲搬搬的，着过用一下。哦，啊，你若是，所以即个是啥？即、这个学龄前、学前的这囡仔呢？一定爱改教母语，就是安尼。啊，你就算讲去好了，中断去，较无机会用母语。但是你等到有一天想要去翻头来捡回来，把母语救回来先，还佫救较会回来。哦，啊，这是非常重要哦。啊，过来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的头壳呢是分区来欠语言。就咱拄则讲的，有一区是咧欠公式，有一区是咧欠语音。有一区是咧欠句法，吼、哦，伊有无同区有欠无同个功能，吼、哦。啊，即呢，咱举一个实际例啦，吼、哦，即是超十当前个一个报纸个报道，吼、哦。伊报啥？伊报讲台东呢有一个卢凯族个青年，吼、哦。啊，伊平时呢，因咱知影台东是嘛是多语言个环境，吼、哦。伊有原住民个语言，啊，嘛有台语，嘛有客语，吼、哦。啊，即、这个卢凯族个青年呢？伊平时是拢讲卢凯族的话，啊、哦，啊有一天呢，伊爬楼梯无细意，为楼梯顶去摔落来，啊摔落来咧，都好死唔死磕着头啦，
磕着头了呢，啊受伤大病，哦，啊尾啊呢，伊当卢凯祖个袂晓讲，啊袂晓讲了都变啊呐，伊煞拢改讲台语啦，哦啊所以嘛，医生呢还是讲即个厝里的人嘛，感觉足奇怪，伊平时咧喊你讲台语咧，啊是安怎受伤了呢？煞当卢凯祖话拢袂记起，煞剩讲台语，为什么安尼？哦，原来呢，伊呢可能呢受伤的时候呢，去磕着卢凯祖的迄区啦。哦，这个跟咱即卖电脑同款呢，你若用电脑的人，你常常拄着啥物磁轨坏了，某个磁轨坏去，就是拄好你欠卢凯祖的话，迄个磁轨资料拢无去啦。啊，煞只好当用台语的。所以为这个，啊，这毋是我讲，毋讲笑话，这真正，这报纸拢报吼。啊，这是原因是啥？哦，这个启示哈，这启示就是讲吼，咱人啊，加学寡语言是好的啦。万一呢，你的某一个语言袂用，你叫优美的语言，哦，所以加学语言是好的，哦。啊，这呢，真正是安尼哦。包括我进前呢，我甲高医吼，高雄医学院呢，有一个寡医师呢，我合作，伫做迄个精神科的病人啦吼。伊的这个讲台语介奇怪，伊啊。病情发作了，伊讲台语就看，敢袂是外国人咧讲台语的，伊个台语声调拢无呀，拢袂准呐。为虾米？有可能就是伊脑内底可能去带着对诶啥物神经啊，啥物货吼，啊煞变成伊咧欠台语的这个声调，特别是变调，因为咱台语有迄个变调咧，所以伊迄个变调的规律都拢乱去，所以讲着台语呢，变成啦，迄声调就袂准呐。哦，啊所以呢？这就是证明讲吼，哎，咱人嘞头脑内底呢是分区伫欠的，唔是像录音带安尼啦，吼、哦，所以呢，语言呢，咱怎个简单恢复个浓缩讲者吼，就是讲语言呢，只要你若一出世，好有多语言的环境嘞，多语言拢唔是困难啦，所以呢，要学四种、学五种嘞，基本上无困难，啊、哦，只要好有环境就会使啊，所以各位呢，咱若较少年辈吼。哦后盖你若要生囡仔时，会当试看卖咧，哦，看我讲的这有对啊，唔对，哦，会当来做一下实验一下，我相信应该是无问题啦，吼、哦。好，啊，咱拄则讲啊，这是一个针对语文的部分，吼、哦，就是讲咱有本国语文啊，本土语文两大种爱精，吼，爱学，啊，过来国际语文，吼、哦，嘛是有两种爱学，吼、哦，啊，过来呢，咱拄则讲的是语言的部分。再来历史甲地理，哈、哦，咱嘛是爱加强哈、哦。咱来以台湾做中心，哈、哦，啊，大大扩大做日本啊、美国，啊、哦，再过来世界的这个历史甲地理，哈、哦。啊，这个中国的历史地理呢，纳入世界史就好啊。哦，迄个当作世界史来了解。哦，咱嘛无排斥的，但是咱嘛无需要甲伊当作，敢那袂输非常重要同款。伊就甲世界历史是同款，安尼就会使哈。迄个咱袂输讲。咱另讲嘛会介绍着埃及，吼、哦，譬如讲金字塔，哦，咱嘛是介绍啊，哦，啊，中国就同款，哦，你介绍中国就亲像介绍埃及同款，这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哈、哦。啊，过来咱这个文化的部分呢，咱未来文化的部分，啊、哦，会为咱的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才开始来介绍哈、哦。啊，过来咱台语族群的客家族群，哈、哦，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啊、哦，豆豆啊。啊，啊，佮包括中国文化，佮遮即几年来呢，一挂新移民因个母国个文化，咱嘛会来介绍吼。啊，佮来则佮为介绍对其他世界各国个其他文化安尼吼。这是咱未来一个方向吼。好，佮来第二点，咱个政策个规划吼。第二点，啊，咱设立即个台湾语文个即个推行个即个委员会吼。啊，这个委员会，咱嘛有一挂工课要来做哈、哦。第一点就是制定这个语言平等甲发展法，啊、哦，语言平等甲发展法。啊，这呢，因中华民国拢唔敢制定啦。啊，进前呢，伫淡水变人大的时阵呢，本来这个啊，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吼、哦，啊有诶国语会吼、哦，本来要制定这个语言平等法。啊，尾啊呢，因中国人讲。啊！恁台湾人凭啥要甲阮中国人平等？拢甲动起来，遐个中国国民党个遐立委呢，拢甲动起来吼、哦。所以尾啊，迄个就拢一直无做吼、哦。啊，咱未来呢，即、這个语言平等甲发展法啊，即爱制定
啊，就是咱所有的，尤其是咱本土的这语言，啊，这族群伊的这个平等法，啊，这应该来制定哈。过、啊、来，伫现行的这个国民台啊，原住民的电视台啊，客家电视台的基础之下呢，啊，咱的爱增加这个台语的这个电视台啊，因咱即卖全部会使讲拢是华语的电视台咧，哦、啊，台语的剩几个节目尔，啊，剩三立啦、民视啦。少数的时段的节目尔，哦，但是咱大多数的台湾人拢讲台语咧，结果台语电视台煞无一个专门的台语电视台，哦，所以伫过渡时期呢，咱爱用政府的力量来支持，等到一天可以当家己自由来发展的时阵，才照这个商业的这个发展和自由发展哈、哦。但过渡时期政府爱来支持哈、哦，啊，这讲起来呢。咱台湾人嘛，见识。咱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无才调饲一台专门的台语电视台。各位，我去年去马来西亚，才发现吼，因马来西亚的华人才600万人尔呢，但是因马来西亚有设一台欢喜台，才三档尔，伊的商业台、欢喜台，拢是讲福建话，其中一半的节目拢是台湾的台语节目。啊、所以像讲台湾的这个，譬如讲《戏说台湾》啦，《夜市人生》啦，哦，即个台语剧伊遐拢有伫放嘞。甚至伫遐，譬如我去这个滨内吼，迄、哦那个槟城嘞，槟城的饭店嘛，拢转来就看有安尼。你啊看，因干600万的这个华人尔，迄600万阁毋是大家讲台语呢，伊也嘛讲广东话嘛，讲客语的呢。但是因会当饲一台商业台的福建话台。啊、哦！结果咱台湾人煞无才调饲一台台语台，啊，这做见笑的代志哦。啊，所以呢，这未来呢，咱就是爱扶持这本土语言的，包括原住民的，包括客语，包括台语的这电视台，咱爱甲扶持啊、哦。啊，过来，咱这个第三点哈，伫、哦、国会呢、甲议会呢，咱应该爱设立这个翻译的设备哈、哦，同步翻译设备甲人员呢。包括咱未来咱台湾民政府的建设呢，啊，等咱啊经费较有够，应该嘛还有迄个翻译啊，就立即同步翻译，啊，翻译成原住民的语言，翻译成即个客语，啊，咱未来应该嘛爱安尼，啊，啊，当然伫现阶段咱即马经费也无够的时阵，啊，咱就请那较听无台语的同事们，请多多包涵，啊，即咱未来呢，伫国会甲议会站出呢，应该拢爱。来设这个同步翻译，啊，这同步翻译咧，爱安尼做，一方面是表示对无共族群的尊重，一方面是啥，才能创造就业的机会嘛，对不？啊，无人啦，人关注民讲啊，我学泰雅语要做什么？啊，拢也无头路，无食头路机会啊。所以你若是有这个同步翻译的时阵，至少咱会当创造上无嘛几百个翻译的就业机会。哦，啊，所以呢，这部分在咱未来拢爱来做哈。再来第四项，就是这个建立台湾语文书写标准化、甲现代化的一个常态机构、常态机构啊。啊，当然，咱这个台湾语文呢，包含原住民族啊，啊，包含这个客家、甲台语啊，咱来建立这些书写标准化、甲现代化的这个工作啊。再来第五点是这个建立。台湾语文伊个能力甲教学个能力，个认证个制度，啊，就是伊个认证制度。啊，咱个认证有两种，啊，一种是基本个即个能力个认证，另外一种是教学个能力个认证。即两个有啥物差别呢？基本个能力认证就是讲，要检验家己个，譬如讲你个台语程度是安怎，你个合法，你个客语个程度是安怎，啊。也就是讲，以学生的角度，吼，也是讲家己要检验家己的听讲读写的能力是安怎，啊，啊，若是教学的能力，啊，伊就牵涉到教学啊，迄个要检验讲你教台语的能力是安怎，或者是你教客语的能力是安怎，迄个佫无共啊，啊，所以像伫教学这部分，譬如讲伫英语内底呢，啊，英语嘛有一种叫做 TESOL， 啊 ，TESOL 就是教外国人。英语的迄个证书啊，像这种 TESOL 的证书呢，
伊就是一种教学能力的，英语的教学能力的证书。啊，你若是比如像托福，吼、哦，有的人要美国读册考托福，这种即啥？这是你家己的能力的证明尔。啊、哦，证明讲，你有法度伫美国的大学，还是英国的大学，用英语授课的大学内底呢，有法度用英语来听课，来写作业。啊、哦，所以这是两种无同的即个能力吼。啊，这呢，这嘛是咱未来拢爱制，拢爱制定哦。你若一个国家愈强呢，你这都一定拢会有的啦。譬如讲像日语，日语嘛，日本语的能力领先啊。中国嘛，中国的汉语能力领先啊。啊，这个韩国呢，韩国嘛，韩国话认真啊。哦，啊，这呢，这部咱目前，譬如讲像咱成大吼，我即卖伫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嘛是咧推设台语的这个认证啊。啊，但是咱即卖这是。较有限啦，哦，因为基本上中华民国体制是无支持的，哦，无咧重视即个本土的语文哈。但是咱未来台湾政府呢，针对着即个认证的制度呢，咱未来爱来加强来做哈。过、哦、来，咱即个委员会呢，啊、哦，咱来奖励出版用台湾语文书写的即个所有学科的教科书，譬如你即、這个。自然啦、啊、历史啦、啊、社会啦、啊、地理啦、啊，这无一定爱用说，无一定爱用北京话来教，哦，这你用台语、用客语嘛拢会使啊，哦，所以咱未来咱嘛要鼓励用台湾语文哦来编写各学科的这个教科书哦，过来咱来奖励这个台湾语文哦，加历史啦、啊、地理文化这个研究加推广的这个工作啊。哦啊，过来奖励台湾语文创作的文学、艺术、歌曲、甲电影的作品，哦，啊，佮有奖励咱的报纸、杂志呢，用台湾语文书写，哦，啊，过来奖励台电视呢，甲大众媒体呢，用台湾语文来制作这节目、甲直播，哦，等等啊，这是咱目前所规划的这个工作哈，啊，过来，咱进行这个。台湾诶，全国性诶，即个语言诶普查，哦，即个语言诶普查真重要吼。咱要了解即卖偌济人各样讲客话，有偌济人各样讲阿密斯吼，还是讲即个台语诶话哦，即台做语言诶普查哦。啊，人照讲咧，人伫外国定定拢会定期每，比如每五年、每十年。啊，每一段时间呢，就来做语言的普查，哦，啊，即咱未来嘛爱来做即个工课吼。过、哦、来呢，咱未来呢，即、这个宝宝猫吼，迄唔通用啊，即古老俗古的物件吼，即、这个全世界从台湾人咧用宝宝猫，哦，啊，即宝宝猫佫敢会当用，会当住北京话尔，哦，啊，你要学台，要学台语，要学客语，要学原住，你得爱佫重新学罗马字，浪费时间呐。所以咱后盖呢。全部拢用罗马字就好啊！用罗马字，你要学台语、学客语、学原住民的话，要学英语嘛，拢较利便；要学外来话嘛，较利便。哦啊，罗马字嘛是全世界即卖上普遍的即个文字字母咧。哦，所以咱未来呢，咱也拢改用罗马字哦。甚至人中国，人正港中国伊嘛无咧用波波摩咧，哈，中国人嘛用汉语拼音嘛是用罗马拼音呐。哦啊，所以呢，即咱未来吼波波摩爱会读啊。过来呢，咱这个汉字的使用的比例呢，嘛应该逐年下降啊、哦，就是爱降低。譬如讲日本呢，伊差不多2000字尔，啊、哦，伊有一个当用汉字表，它1800几字哈、哦，平均册社会上使用的啊、哦，差不多3000字以内安尼尔。所以咱未来呢，这个台湾语文使用汉字的比例嘛，应该爱豆豆啊下降哦。啊，过来未来呢？这个，咱这个汉字的部分哈、哦，除了大学的汉文系或者是中文系之外呢，一般人无需要学这个啦，啊、哦，啊，当然咱这个、咱有一个过渡期哈、哦，咱有一个一段时间，啊、哦，豆豆来改变哈、哦，啊，过来未来这个大学以下各级的中文教材，这个、文言文的比例呢，啊、哦，就是讲你伫学校内底文言文比例。原则上，咱降低啊，袂当像即摆吼，即下卖叫因的即个规范的高中的文言文教材，讲会当到65%啦，一半以上啊。啊，结果人
真正的中国吼、哦，对对岸迄边咧，人因的高中教科书才偌济呢，才25%的文言文尔啦。所以假的中国人啊，学比人比较济啊，结果伊的作文也无比人比较高啊。哦，啊，所以呢，咱未来呢，学校内底呢，那有关中文的教材的文言文比例呢，原则上降来20%以内。啊，当然有的人讲、啊，我对迄种有兴趣，做想研究呢，迄无要紧。你若是专业的研究人员、研究所的学生哦，专业的人员，你要读较侪，迄无要紧。但是无需要逐个人拢学啦。哦，迄个人袂输讲甲骨文，迄甲骨人甲骨文嘛足深色个呢。但是敢有需要在座咱200位的人拢去研究甲骨文？无需要啊，对无？哦，迄个专业的人去研究就好啊。就亲像讲考古的人。对考古有兴趣，伊就去读读考古系就好啊咧。啊，敢有需要大家拢去考古？无需要啊。哦，啊，所以汉字嘛是同款吼，就是讲未来有要专门研究汉字的人，你再读汉文系还是中文系？哦，啊，你一般人无需要读较济吼。啊，佮有现处时呢，咱即卖即个各大学差不多拢有一个中文系啦。啊，即个中文系吼，会使讲是99%呢。拢是中国的糟糕，文化的糟糕。我听好是安尼讲吼，啊，即个即个呢，咱未来嘛是爱好好来处理吼、哦。未来即个即个中文系呢，拢应该爱甲刷去外文系啊。即、哦、个中文系拢是算外文系。啊，过来即个人呢，伊若是要做中国的糟糕的时阵吼、哦，咱应该用越南的方式来处理即个人。哦、啊，越南的啥方式？即未来有机会再甲各位讲啊。哦嘿，啊，反正呢，就是讲，咱台湾未来呢，咱就是用台湾作为一个主体性啊。过去你用中国做主体性的，无伊就等于中国嘛，你就卖倒去台湾嘛。哦、啊，真简单嘛，你若感觉中国较好，你就等于就好啊，卖伫遮，人讲死地定点哦。啊，你也无要有啥物贡献，啊，搁定伫遮，上可恶的这种人哦。啊，所以即咱未来呢，拢无永远有安尼个。诶，代志阁发生吼、哦，啊，阁来，咱举办即个台湾语文吼，甲、哦、历史文学吼，等等咧无同款诶，即个研习吼，啊，互即个军公教诶人员进修咧，也就是讲未来要做军公教诶即个人员咧，你一定爱来进修，吼、哦，啊，你若是伫一定诶期限内底咧。你若是无修满的时阵，或者是无通过这些考试的时阵呢，啊，这可能得请等于食家己啊，啊，因为咱即卖，尤其是譬如讲像真侪老师嘿，嘛同款嘞，哦，真侪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会使讲差不多80%以上嘛是中国的糟糕嘞，哦，我对这嘛做，就是讲，因虽然可能真侪人是明明是台湾出世嘞，但是规个头壳内底底呢。拢是中国的物件，啊、哦，啊，所以呢，遮未来呢，拢爱重新来认识，啊，过来重新来认证，哦，啊，若无呢，咱台湾就算民政府成立了，啊，佮共款用遮军公教吼，无较纸，迄个甲中华民国是共款的，啊，这嘛是当初时，我个人看讲阿扁啊呢，伊虽然执政八冬嘞，但是伊会当改变真有限啊，啊，军公教拢共款遐个人嘛，哦，你。你干那一个人，你想要改变无效啦，哦，啊，所以呢，即咱未来呢，即嘛是拢爱来处理吼、哦。好，再来，咱拄则讲的有两大点吼，再来第三点呢，啊、哦，咱来整顿各大学的台文的相关的系数啊、哦，啊，这部分呢，即嘛是咱未来爱做的工课吼、哦。这部分呢，会有啥物问题呢？咱即马可能真侪人个，感觉讲，啊，即台文系毋是拢做台湾意识个，他着需要整顿，哦，歹势，拄好甲各位想个拢无同，哦，因为我拄好伫成功大学台文系内底，吼、哦，啊，对各大学个台文系拢真了解，吼、哦，啊，简单讲呢，即着即马现处是台湾个即大学呢，内底台文系会拢会使讲是挂迄个啥，人吊羊头卖狗肉啦。啊，北京来讲挂羊头卖狗肉啦，嘛是80%以上拢假啦，80%以上拢假，拢是中文系来咧霸占，来咧占亏啊！啊，所以遮个咧，咱拢爱处理吼、哦。
安怎讲这拢假呢？我举一个例就好啊，吼。譬如讲，以生态来讲就好啊，哦。咱来比较台文系甲外文系，吼，这两个系咧，伊个毕业学分拢128系，外文系128个毕业学分，吼。啊，伊必修的国文有4个学分，啊，伊英文呢必修呢有30个啊，也是加了有30个，吼。啊，你看台文系。伊个国文就是中国文啦吼，必修嘛是四个吼，啊英文嘛四个，啊俗语吼，就是讲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个语言也好呢，只几个，三个学分，也就是讲你若经台语个啦，你只要大学毕业之前你修三个学分就三个学分个台语就好啊。啊你看有含啊无？英文得修四个，北京话嘛爱修四个，结果讲台语修三个就好。啊，这讲是台文系呢，这看起来敢若中文系呢，是不是？哦，啊，这阁是阮学校，因为我有伫阮系伫内底定间控制，所以才阁会当保持有台语的必修课呢。啊，你若其他学校无一定有呢，足侪学校台文系无本土语言的必修课呢。譬如讲像清华啦，还是讲政大。咱再搁举一个吼，譬如讲像政大，这个陈方明啊，陈方明啊，政大台湾文学所啊，台湾文学研究所呢，由这个陈方明啊做所长呢。啊，因虽然是台湾文学所哦，啊，咱来看一下吼，政大台文所，伊的课程内底敢有台湾语文的课，拢无半节。你若有机会上伊的网站去甲看卖咧，拢无哦。啊，过来，伊呢硕士班的入学课，入学考，伊硕士班的入学考，伊考啥？伊考国文，国文是啥？唔是台语文哦，是北京文吼、哦。啊，过来英文，啊，台湾文学史、文学理论的批评，啊，过来中国文学史，讲要读台湾文学，讲得个读中国文学史啊。啊，那只安尼，咱嘛爱读日本文学史啊，对不？哦。啊，咱嘛爱读英国文学史啊，啊嘛爱读美国文学史啊，因伊拢对咱嘛有影响啊，哦，结果因爱读中国文学史呢，啊，过来上含的是啥？你看，因毕业的语文要求，你毕业进前呢，你爱学，学语文哈，爱、通过鉴定，第一爱学啥呢？爱学英文，哦，你讲英文是国际语言，学无要紧哦，啊，过来伊讲爱学第二外语，就是英文。以及外呢，你还阁学另外一种的语言，譬如讲日语啦、德语啦、法语拢无要紧，但是你学台语、学客语会使无？袂使。啊，你看我，都看我这含的。台湾文学所讲，你要学客语，讲袂使啦。啊，讲你若要来学原住民，讲袂使啦，迄拢袂当算啦。啊，你看这敢有敢算是台湾文学所？假白啊！所以呢，莫怪呢，我控制黄春明了呢。第一个跳出来声援黄春明的是谁？陈方明啊。第一个伫报纸顶头，声援陈，迄、那个声援黄春明，啊骂我就是陈方明啦。啊，伊讲啥？伊讲哦，台湾文学套啥物母语文学？台湾文学呐爱用母语书写吼，哪用罗马语书写？剩两页尔啦。结果我拄只，咱有介绍，即、這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迄套五大本，吼、哦，迄选集了，就差不多2000页咧。但是陈方明甲你讲哦。台湾文学吼，那用罗马字，那用母语来写，剩两页尔啦。这个话伊嘛讲会出来呢。啊，这就是啥上典型的啦。表面上是台湾人，但是伊讲的话是啥，拢讲替中国人讲话啦。啊、哦，因即卖就是完全拢替中国人咧讲话啦。哦，啊，所以呢，即卖台湾全台湾有超二三十间的大学，有台湾文学，也是台湾语文。诶，学系或者是研究所，但是九成拢是假的啊，其中九成拢是假的啊、哦。啊，所以像政大，你甲想，政大过去是国民党的党校呢，伊会当互你成立台湾文学哦，互你成立台湾文学所，表示啥？伊拢伫个掌控之内啊啦。所以呢，你啊看，伊互陈方明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目的是要啥？要抢解说权嘛？要解说讲啥物叫做台湾文学？所以你遐看，陈方明因这個台湾文学所呢，伊拢咧抱啥物人？拢咧抱
义工中啦、白先勇啦，迄挂来台湾的中国人啊，为中国流亡来台湾的遐中国人，拢咧抱遐人咧，啊，拢讲台湾文学就是遐人创造出来咧，啊，台湾无够人啊，台湾的文学拢是遐流亡来台湾的中国人创造出来啊，诶，遐义工中啊，好白先勇，迄才是台湾文学，迄是中国的流亡文学呢。哦，迄是因流亡，迄就等于咱袂输讲特别西藏的流亡政府流亡到印度，哦，敢会当共讲乞丐官庙讲讲哦，西藏的流亡政府的文学都变成印度文学，他有迄个代志。但是单方面因就是安尼，伊要抢迄个解说权啊。所以即卖作者台湾文学系数就是拢迄个，即个中文系，即个中国派把持掉的，因就要抢迄个解说权啊。所以这未来呢，咱拢爱个整顿，全部拢爱整顿啊！啊，再来第四点，咱爱设立这个海外的台湾语文中心哈 ，Taiwanese Center 哈。啊，这呢人即卖真侪，包括中国伊嘛伫海外设哈孔子学院呐，啊，人日本、人韩国嘛是啊，哈，包括像韩国因伫越南，伊嘛。甲因遐越南的大学赞助成立即个韩国学系，哦，也是讲有即个韩国的即个中心呢。啊，咱台湾未来呢，这部分咱嘛是吼，咱来推设即个台湾的 center 吼，台湾中心，啊，甲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语文呢，推设吼上国际上去吼。啊，过去呢，包括民进党即执政的时阵，嘛是头壳破去吼。讲要让台湾成做世界华语文的中心啦，哦，讲呐，全世界要学华语的拢来台湾，各位，这是公营的代志，还是建设的代志？实在讲是建设的代志呢。你唔得爱让世界上想要学咱台湾原住民的话，还是要学客语，还是要学台语的人拢来台湾，安尼唔较对。他有迄个学华语的讲来台湾呐，各位啊，迄拢是一厢情愿家己的想法呢。各位，你应该想看卖咧。今仔我若要提供100万的奖学金，予各位的在座的同心讲，你若当去国外、去外国学英语，请问你要去英国、去美国，或者是你要去印度，你敢有人要去印度学英语的？若有，我提100万予你。各位，你若要学英语，你当然嘛想要去美国，啊无就去英国嘛，去正港的英语文化的中心的国家嘛。哪有人要去印度？印度嘛是讲英语呢，英语嘛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呢。印度有十几种的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嘛是官方语言。但是呢，我以前伫美国读册时，嘛有一挂印度的朋友，听讲英语，我拢爱听足久的，因为咱有腔，伊嘛有腔啦，大家拢有腔啦，互相拢有腔啦，啊，所以要听了，就差足远的吼，爱听足久的吼。啊，所以呢，你讲台湾要真正华语的。中心吼，卖五万啦，咱无五万者，咱就是要台湾真做台湾语文，包括原住民的语言，包括客语，包括台语，咱要会真做台湾语文的中心啦。啊，不只是语言的中心，嘛是文化的中心啦。啊，咱透过台湾，甲咱原住民南岛文化甲推散出去，甲客家文化，甲咱河洛文化甲推散出去，这是咱未来要做的工作吼。再来第五点。咱这个国民的师资，啊，国民教育师资要改造啦，啊，这咱拄则嘛讲过啊，吼，现处是这中小学老师头壳拢唔知咧底啥物货，啊，八成以上真正是真害，啊，这咱未来拢要改造，吼，伊若要继续踮中小学内底咧教，伊着爱安怎重新来研习，啊，过来唔若研习了，因为伊这中小学老师伊研习我拢知影。因为我常常嘛去教课吼，啊，拢啦，画伫涂，画伫台下骹伫遐赤碰西啦，啊，无伫遐改作业啦，研修拢嘛伫遐咧做东做西，变家己的物件，啊，无伫遐度孤啦，因为迄研修拢研修假啊，研修了也无考试，也无任何的评鉴的方式呢，哦，所以拢是遐混时间啊，混一个证书尔啦，所以咱未来呢，咱台湾民政府那正式啊运作了呢。即个老师若按若阁要想要做个呢，拢爱重新研习，甲摕到即个通过即个认证吼，包括语文、包括历史、地理、
文化遮个专业个知识个认证啊。哦，啊若无个是，伊是要哪教？譬如讲要教台湾历史，即摆中小学老师几个人会用教台湾历史？会使讲是非常少啦，无甲一成啦。较教的拢中国史尔，哦，啊较教的拢中国文化，对着台湾个物件完全拢无了解。啊，所以遮未来呢，拢爱重新来改造吼。过来第六点，咱推动即个十二年的国民教育，甲大学的免费的教育吼，就是讲你若是除了啊读到高中了，有想要读大学的呢？咱嘛是提供免费的即个教育吼。啊，即个部分吼，啊，咱嘛是尽量就是讲针对各即个各学校呢来发展伊的特色吼。啊，学生呢嘛按照伊的即个现象吼，甲伊的即个能力呢，来选择看伊是要读高中，还是即个职业的学校吼。这是咱未来的一个方向。啊，过来推动即个第七点嘛，推动即个幼儿的学前的即个义务教育吼。像咱即卖呢幼稚园呢，迄一个月听讲一个月爱几万块的呢，学杂费爱几万块呢。讲好，莫怪我拢唔敢生囡仔，就是安尼。吼、哦，现在足侪人像我咧，唔敢生囡仔，愈来愈侪咧。所以咱未来咧，幼儿的教育爱提供免费的即个义务教育啦。哦，即咱未来应该爱安尼做吼。过、哦、来提升高等的即个教育品质吼、哦。就咱即卖即个大项呢，咱应该分类啦吼、哦。就是讲你适合做研究的，你就变做研究型的大学吼、哦。啊，你若教学型的，你就教学型的大学。啊，过来自主型的吼。哦啊，过来，即个社区型的即个大学吼，咱爱就遮呢咧分类哦。啊，每一种类别呢，有伊个无同的即个定位甲伊个功能哦。过来第九点呢，咱咧推动即个国际的即个学术交流哈、哦。啊，其中呢，咱即个台湾研究国际化呢，这是咱真重要的一个工课哈、哦，因为呢。像这呢，你看像东南亚，比如讲像越南就好啊。哦，看起来伊是比咱较落后的国家呢，但是咱越南学的这个推动，比咱推动了搁较好。哦，伊遐着几啊间大学，伊有设越南学系，专门收外国学生去遐学越南话，搁研究越南。哦，爱读大学毕业了，伊会当留伫遐做这个生理人的干部。哦，也是讲伊要继续深造拢会使。像这呢，干那一个，譬如讲伊越南的这个河内大学，啊、哦，伊的越南学系呢，就我所在啊，干那一个越南学系，就六七百个学生啊，外国学生呢，啊，因全国有几哪个大学拢设这种的科系呢？平均差不多有几哪千个，诶，外国人伫遐学这个越南学的物件，啊，论真讲，咱台湾的实力比越南较好呢，结果咱无类似这种的。针对外国人诶，非常少啦，啊、哦，敢那就我所在，就敢那，比如讲，即个政大有用英语上课诶，即个台湾研究诶，即个研究所呢，啊、哦，其他都无啊。啊，照讲咧，即咱台湾嘛，应该是爱来推动，啊、哦，就是讲要安怎让台湾研究、台湾学伫国际上，啊、哦，知名度拍会出来吼，即、哦、嘛是咱未来伫国际学术交流顶头爱做诶一个重点之一，吼、哦。啊，除了台湾学之外呢，咱的这个区域研究呢嘛真重要啊。区域研究、区域研究，就是讲咱台湾学，咱推台湾学是要让世界的人会当来认识咱台湾。啊，咱做区域研究嘛是换一个方向，咱要去认识世界各国的人。哦，安尼才能做一挂文化哦，也是讲教育的交流。但是咱即卖呢，对着这个区域研究非常少哈、哦。咱即卖拢干。譬如讲美国啦、日本啦、哦、澳洲啦，几啊重点尔。但是其他的，譬如讲东南亚啦、非洲啦、南美洲啦，敢若拢较无啥人伫研究吼、哦。所以咱未来呢，这个区域研究这部分嘛是爱加强吼。过、哦、来第十点呢，咱来限制这个中国的学历甲这个学术的交流哦。目前呢，伫马英九控制之下吼。哦台湾的各大学的这些所有的两岸交流，所有的台湾跟中国这些学术交流，90%拢假啊，拢是统战呐。吼、哦，阮底下嘛不是接到教育部来文，
然后讲补助鼓励恁去甲中国交流哦，哦，啊，本来人是甲其他的国家交流的，伊即摆拢甲遐经费啊缩少，缩少了，当拢叫你来甲中国交流啊，啊，这是咧创啊，拢是咧统战的，真正的科学还是讲学术交流的成分足少的啦，大多数拢是咧政治交流的较侪啦，啊、哦，啊，所以这部分呢，伫中国也未放弃对台的武力。诶，即个状态之下呢，咱对着中国的学历，啊，佮有即个学术交流呢，爱做适当的管制啦，袂当无限制诶即个诶流通吼、哦，啊，即部分呢，即是咱爱限制吼、哦，啊，佮来第十一吼、哦，咱来推广即、這个啊，即、這個、推广教育佮创新的即个学习的即个部分吼、哦，阮之前伫美国读册时，我有几个同学拢做阿公做阿嬷。人美国人是安尼，做阿公做阿嬷过来读博士班呢。哦，我之前有一个吼，伊做阿嬷，伊啊一个是做阿公，因以前拢伫非洲啦，伫非洲待一二十冬，啊伫遐创啊伫遐传教，啊伫遐传教了呢，伊研究当地语言，哦啊伊为着要把当地语言翻译做圣经，所以伊就去研究迄个语言，啊为着要研究迄语言呢，伊就需要一寡语言学知识，所以伊阁转来读博士班。所以人美国人是安尼呢，啊，咱台湾人有几个人做会到？真少啦吼、哦。啊，所以呢，学甲老哦，迄、那个活甲老学甲老吼，即、哦這个总迄、那个推广的即、這个推广教育甲创新的学习呢，这嘛是咱未来爱做的工课吼。过、哦、来第十二点，即、這个身心障碍甲发展较慢的人，伊的受教权呢，咱嘛爱来保障吼、哦，也就是讲。无论伊身躯上，还是讲心理上咧，啊，发展较慢、较有障碍遮个人咧，伊个受教权咧，咱嘛应该爱尽量来甲保障吼。啊，这是咱未来爱嘛是爱做个工课。最后一点咧，啊，就是即个新移民的即个教育个机会，即咱拄则嘛讲着吼，就是讲咱伫媒体上吼，讲、哦、着新移民，大多数拢讲着负面个部分，啊，其实正面个是拢有呢。哦，啊，因遮嘛算是一挂资源呢，对咱台湾嘛是有好处的。啊，咱要哪来好好运用，要安怎来，互伊进啊接受搁较侪教育，通好互伊发挥的机会吼、哦。这是咱未来嘛爱做的吼、哦。啊，这个啊，目前呢，这新移民当然，譬如讲像伊越南过来咱台湾，大多数拢在中小学毕业尔，啊、哦，学历是有较低哈、哦。啊，当然高学历的大多嘛开始有。但是平均册是学历是有较低小块，啊，当然相对的台湾这边会带南某，啊，像带东南亚某的，当然伊的这个社会啊，的地位嘛是拢较弱势较济啦，哦，啊，所以呢，像这呢，咱未来嘛是啊，提供这个新移民的，会当为加强啊，对伊的这个学历的部分哈，啊，尽量来发挥到伊的专长，会当。互因真做咱台湾、甲东南亚，或啊用甲外国的遮即个文化交流的一个真重要一个桥梁吼，啊，这是咱未来嘛爱做的工课吼。好，以上呢，这三十三点呢，这是针对咱未来即个台湾的教育啊，一寡较具体的一个初步规划。啊，当然可能还佫有真济吼，啊无讨论到吼，这着用嘛咱未来呢，咱有真济。在这嘛，真侪即个教育这方面的专长、的动心，吼、哦，爱当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哦，啊，未来当搁做伙来探讨。啊，咱今仔日呢，时间也真有限，啊，就先讲到这，吼、哦，啊，若有啥问题，再搁私下来讨论，哈、哦，感谢大家，多谢。请起立，今日，请坐。